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最可爱的 VTuber 水鱼燕。做 VTuber 做到现在也有两年多了，订阅累积到15000了，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观众会在直播问啊，那个水鱼什么时候露脸，可不可以露脸呢？那我今天就来露脸给大家看啦。嗨，怎么觉得真的会露脸嘞？嘿，真的要跟各位观众特别提醒啊，我是 VTuber， 顾名思义就是虚拟实况主。除非我哪一天脑袋撞到，要不然一辈子都不会露脸。不要再问啦，各位观众。今天愚人节就逗一下大家吧，再见。